好，主持人你好，介绍一下自己。我叫刘秀芳，今年25岁，来自山东德州。我是一个成骨不全症患者，也叫瓷娃娃。从我出生的那一刻，父母感觉我和其他孩子不一样，因为我是一个难产儿。是山东人的性格都特别的直率啊，难产啊，是吧？内心很自卑吗？是的。不舍得让我出去工作，最后说服了妈妈。妈妈说：“那你走吧，但是一旦不行，你立马回来。”在这个工作期间，每次因为20年没有出过家门嘛，第一次出来每次晚上加班的时候，特别想家，特别想我爸爸妈妈，也特别想我妹妹。但是我告诉我自己，你一定要坚持住，因为你出来这一趟是不容易的。你如果这样干到半途而废回家的话，你爸爸妈妈怎么看你？其他人怎么看你？所以说我一坚持就坚持了1年的时间。找到工作之后，该想着就是找男朋友了。对，通过我换第二份工作的时候，认识了我现在的老公。
描述一下他。我老公从我心中就是非常帅，这首先第一点，然后他就是对我特别好。觉得比我怎么样？比您的话肯定还差一点的，但是从我心中他是最帅的。好，我心里平衡多了。你不是帅的最低标准，你太谦虚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看看她的老公到底有多帅啊！来，掌声有请。来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涂磊老师好，我叫李健，今年35岁，来自山东德州。你的身体是怎么回事？我是小儿麻痹症，3岁的时候因为一次高烧，第一次这个发烧的时候，爸爸妈妈就在村里。1个月的时间吧，我详细的了解了我老婆的爱好，喜欢吃什么，等等等等，所有的一切。我没有和我媳妇聊过，在那半个月当中，她对我的感情是什么样的。但是在那个半个月期间，我的感情是全部都付出了。当她走的那一刻，说心里话，我真的是掉眼泪了。我不舍得她离开，但是我源于双方父母的这个原因，我们可能暂时还不能在一起。反对是吧？对，特别反对。在我和我爱人认识的时候，我父亲得了严重的胃癌。我不敢把我们两个谈恋爱的这件事情告诉我妈妈，我怕我把这件事情再告诉她，她心里有很大的压力。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我哥两个都还没结婚。到后来，我妈妈也知道了，我妈就跟我说，就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之后，未来你们生活会受到很大的阻碍。你本身就是个残疾，如果再娶这样的个媳妇儿，未来你们两个谁照顾谁呢？后来父亲去世以后，第二年我就和我老婆就来到了青岛做工艺品，干了4年。在这4年当中，妈妈也来这个我们的这个厂子里看我。我老婆呢，就是特别懂事儿，
啊，把我妈妈洗漱的用品，包括一些这个我妈妈是爱吃的水果等等等等，准备的特别齐全。我妈来之后看了我媳妇儿，这就是这么细心对我的照顾，也是无微不至的。我妈就单独就和我说儿子，你们两个这个谈恋爱的妈就不反对了，只要以后你们两个幸福啊就行。后来我们就把我们结婚的日子定了之后，就把这个婚就给结了。谢谢。今天心愿是谁的心愿？心愿是我的心愿啊。你也不需要我推，对吧？对，你把它说出来啊。我的幸福心愿是想开一家实体店。请回。你们现在在干什么？我现在的话是在微信朋友圈里卖一些日化用品。那干嘛还要开实体店？因为像我们这样的一些残疾人，他很难走出家门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想开一个实体店，给一些有梦想想出来这个展现自己的残疾人，给他们一个创业的一个平台，一个加油，希望你们好好的过日子。谢谢谢谢。谢谢